哇，这一大份面下去应该是能饱饱的了。你们尝试一次试试，你们就懂了，这个面真的好好吃。Hello， 小伙伴大家好呀，这里是瑞哥的小实力，我是你们每天只吃一点点的实力派女子瑞哥。累了一周了，回家不想做饭，今天口里有点没滋味，所以我点了一份重庆小面。哎，它已经到了，太好了，进家就可以吃饭了。有好多小伙伴问我，瑞哥瑞哥，你在北京赚的钱能够吃饱饭吗？你们真是高看我，我在北京赚的钱都花在吃饭上了，但是还常常不够。你看北京的物价，就一个重庆小面加了一个卤蛋就32.5块，按你瑞哥这个量吧，他得吃8碗，那就是说我要是想吃小面还能饱腹的话，就得240块钱。我的天，真是除了我的工资没涨，什么都涨了。北京挣钱北京花，一分别想带回家。知道更要命的是什么吗？在北京点这种面类，就算骑手送的再快，它基本上也是坨的。进去吧。有聪明的小伙伴一定会问了，这个显然不是瑞哥生活的常态。那有没有一种方法能让我们吃到跟大牌外卖同样的品质，但是我们在价格方面，哎，把它打下去呢？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神奇的品牌，也是瑞哥一直在用的，我就把它摆在这儿啊。这个面呢，它要32.5块，然后我在这个平台上呢，买一箱面。26块钱，这个神奇的平台就是瑞哥的救星1688，它是一个属于跟阿里淘宝是一个系的，但是呢，它主打的就是一个让你直接去工厂买。我现在给大家看的是这个成厚牌的重庆小面，一袋是100克，这一箱15袋是26块钱，合着一袋的话大概也就1.6块。它呢是这种半干鲜面，然后是由冬小麦的麦芯粉制作，常温储存就行，独立包装。我自己吃的话是久煮不坨，然后呢非常 Q 滑爽弹，特别特别好。我在别的一些大牌拉面中吃到过很类似的口感，这家也是可以跟商家合作的，它是贴牌定制的工厂货。我怀疑我之前吃到过那些大牌用的就是这个面。如果你说瑞哥，我就是想吃外面的重庆小面那个味儿，我不会调料怎么办？那没关系，若我掏出这一包，阁下该怎么应对？这家正宗的重庆好媳妇酱料，源头工厂开了27年，在国内大型商超啊，然后各种大型的便利店连锁店、电商平台、中餐、火锅串串、小吃类餐饮连锁公司里都有它的踪影。他家的介绍上说他出口东欧、西欧，然后北美、东南亚的很多地方。我在想那些人也需要这个。这一袋呢大概是10包，一包是1.6块左右。我们在1688上买的话，除了不贴牌，跟很多大型的店里用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质量其实是很有保障的。我们来算一笔账啊，1.6块多一袋的酱料包，然后加上1.6块的这个面，半干鲜面，他们俩加在一起做一碗最简单最基础的重庆面，大概是3块左右，非常合适。然后呢，瑞哥还买了一些其他的小配料，会让这碗重庆小面更好吃。是的，我还在1688上买了这个大牌的餐饮店同款的土豆泥，虽然它写的是蔬菜啊，但它其实是土豆泥。然后到时候咱们把小面煮出来，然后把土豆泥放在上面一裹，碳水碳水，绝了。我还买了这个重庆小面上面用的肉酱，就这一包肉酱我其实2顿饭就能吃完，但是你如果吃不完的话，你也可以把它冻起来，然后想用的时候化开就行了，直接挤在上面超方便的。我甚至还买了法宝，给你们看一下，对，我买了这个大部分的火锅店都在用的这个豌豆脆，真的是同款，就只是把它剪开倒在碗里。一会儿我们就来做一份瑞哥自制的3元的重庆小面。这有15份面，咱们大概按照30元钱的这个预算控制的话，应该是可以做8碗的。咱们先吃8份，看看同样价格自己买配料跟直接点外卖到底量上能差距到多少。下面就给大家做一碗重庆小面，3分钟3块钱。上1688 APP 搜索48460，直接 get 重庆小面同款清单。首先我们在锅里倒入水，为了更快速一点，我已经把它烧热了。然后呢点火，它这个锅呢有3档调节，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加热是非常迅速的，它可以蒸东西，可以煮东西，可以炒东西，都还挺方便的。水烧开了，我们下面先来一碗，搅和搅和，大概煮个1到2分钟。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调料放进去，为了不刷锅啊，我一般都是直接把调料放碗里就行，倒入碗中。哇，这个料好香哦，不能浪费一点。
好啦，三分钟时间到，我们把面挑出锅，放在旁边我们已经撒好了酱料的碗里面，然后我们加一勺面汤，拌一拌，哇，好香啊！我不行了呀。然后我们再加入一些配菜，把楼下超市买的5毛钱的这个上海青小油菜煮一煮，一会儿做配菜。这个基本上感觉像不要钱一样。好了，我们来加一些配菜，首先是这个豌豆，一整袋儿，就往里蹲蹲蹲就好了，疯狂倒入。那就说自己给自己加料是真的肯下手，一点都不抖。好的，我们再倒点肉酱进去，也是一点都不抖，疯狂挤酱。瑞哥特制版重庆小面，还要加一些土豆泥，超级喜欢土豆泥拌面，加一点，就这个配料加进去，想难吃都费劲。我们再从锅里挑几颗青翠欲滴的小青菜，好，菜就这么多了，足够了。最后的最后，我还有独门秘诀，我还喜欢在我的小面里加上花生碎。出炉啦，这就是3分钟3块钱的一碗小面。大家觉得跟我那30多块钱的外卖比，你想吃哪个？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锅我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我这个锅呢，也是从1688上买的，然后它来自潮州圣多多不锈钢制品厂的学生宿舍可用的多功能一体锅，它有3档火力调节，而且还是个不粘锅，插上电呢，炒菜、蒸东西、打火锅都可以。平时主要在eBay和亚马逊上卖，颜值高，价格便宜，25块钱咱就拿下。贴了牌子再卖多少我就不知道了啊。但是咱们可以从源头先下手为强。中小号的功率是400到800瓦的，学生宿舍就可以用。瑞哥家这个是最大号的，功率在500到1000瓦左右。我点的小面外卖，甚至比自己做的一碗小面加上这个锅都要贵。好啦，话不多说，我们继续煮。刚才已经煮了一袋了，再来一袋，2、3、4、5、6、7。好�啦，一共8碗面加上这碗，我懒得洗碗了，所以准备直接拿这个锅吃一会儿。还是掐时间3分钟，这个锅的颜值是真的很高，25块钱，25块钱能买啥？好啦，这就是我煮好的7袋面。我们因为懒得洗碗啊，就直接把所有的调料加在里面吧。3袋不够，再放3袋，毕竟一共7袋面呢。我们先搅和搅和，哇，这就得趁这个时候赶紧搅，要不然一会儿就搅和不动了。哎，就是我们这个大豌豆，花生碎，哦，幸好没有碰到我的面，把肉酱搞里头，多倒点儿。这算是重庆小面还是重庆大面？你怎么感觉我这一份算是重庆大面了？瑞哥特别独家的土豆泥。好啦，那这样一份我就做好了。这一份呢，就是30块钱的小面。然后这一份呢也是30块钱的小面，只不过一个是外卖，然后一个是我从1688上自己用原材料拼出来的，3分钟就做好了。我们来分别尝一下，先给大家尝一下这个外面品牌店的，就品牌店送过来这30分钟，我感觉已经嚼不动了，都已经成了坨坨。我嚼一下，怼怼怼怼还能吃。好，来一口，嗯，有的说明味道还是好的，就是这个。30块钱一碗的重庆小面实在是有点超出了瑞哥的食量承受的范围，配料少了一点，里面只有这个肉碎，然后还有点小青菜，然后有一点汤汁，有点小面。我再垫一碗我自己的小面，还得是我自己煮的，料贼足，里面放了大量的豌豆啊，还有我这个肉酱，黏黏糊糊的，里面还裹了一些土豆泥，来喂你们一口。先来一口，嗯，太绝了，太绝了！你完全按照我这个酱料的牌子去买，这碗面不会出任何差错。这口肉酱，然后呢裹着这个豆子咬下去，豆子脆脆的，肉酱咸香可口。吃完这个之后，我这3块钱这一碗吊打那个大牌外卖，嗯，特别好吃。你看，我都吃到了料底，还剩这么多料。咱们再给这顿饭上点昂贵的东西，来一口，干杯！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尝一下大的，让我们尝一下真真正正30块钱的重庆小面，那小筷子都有点难撼动这个面，哇！把肉酱均匀的裹在面上，它拌起来
土豆泥搅进去，豌豆拌起来。好啦，我已经有点太饿了，我准备扎上头发直接干饭了。竖起来，开动！我来一口，飘香。再来一口，这个面呀，好吃到炸呀！正常人是一袋料配一袋面，但瑞哥呢，有点怕辣，正好七袋面配六个辣包足足够。还有媳妇儿这个调料真的绝绝子，还有这个杂酱也太好吃了，肉贼香，它是那种油香的猪肉碎。你们尝试一次试试，你们就懂了为什么要把土豆泥加到小面里，更绝。土豆泥面，这不就是碳水，碳水加在一起吃，就是循环着吃碳水，就是碳循环。我那时候经常在站内看自己的视频，然后看饿了，然后就点一份一模一样的东西。除了今天分享的这些呢，1688上还有很多东西都是大牌代工厂出来的，只不过是没套牌，直捣源头，抛开中间商，价格方面是真的很香，特别适合喜欢囤货的小伙伴，跟像瑞哥这样的大食量的人求生，是一个非常好的求生平台。现在马上上1688搜索48460，可以 get 瑞哥同款刚才买的所有东西的清单。如果从搜索码进去客户端呢，还能每天领一个5块钱的红包，每天哦。一件也是可以发货的，但是喜欢囤货的小伙伴更优惠，一些必备品、消耗品，你们可以直接找大牌代工厂直接买。等等，夜宵时间到，你们以为吃完八碗小面就不能吃夜宵了吗？夜宵虽迟必至。我还在1688上囤了这个巡逻记柳州螺蛳粉，它来自广西绝味之城。这家呢是柳州螺蛳粉协会的理事单位，螺蛳粉也有理事单位，也是全国螺蛳粉十大名优品牌。如果咱们不套牌，从源头工厂直接买，1688上一袋13.25块，吃起来完全不心疼。里面拆开是一份米粉，然后有这个醋包、酸笋包，这个是萝卜干酸豆角、辣包，还有腐竹花生，还有这个汤包。喜欢螺蛳粉的小伙伴们冲！吃完这些应该就能饱着睡觉了。